现在呢，在的早餐的空档，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露营地的一些环境吧。这边呢是最下层的露营区，也是最靠近出口处的。上面呢，那边就是一进到这个尖山梦田露营区的时候，会看到一个大的观景看台。而这边就是看台下方的一块露营地。这边总共有四个大帐。往上走呢，就会再看到两个位于在就是洗沐跟厕所区上方的两个帐篷。共用的卫浴呢，就是在这一区的这一层。预测这里呢，看过去这边是工作人员的休息区，跟他们居住的地方。上面这里呢，还有一个小的露营区。这整片就是整个公共的草坪，往外看过去呢，就是可以看到整个山脉，超级漂亮的。昨天一进来这里，车子就停在这里，然后完全被眼前的这一个山景给吸引，超美。这边就是刚刚讲的那个看台下方的露营区，都有那个洗沐，那个不是洗沐，那个洗手台都有配，超漂亮的。再看最后一眼，介绍完所有的环境，我要跟我的朋友们一起去领今天的早餐了。没错，我来这里住宿是有提供早餐的部分，所以不用担心，就是早上起来，还要额外准备食材。完了牌之后呢，已经快11点了。我们现在呢要收一收，退房，要直接直达高铁站附近去吃饭。
这里是延吉生活，我们下次见。